琪姐姐，其实我是95年的。哦哇！哎，她95年，你为什么这么惊讶？因为你跟我妹妹一样大呢。我是想说，就是咱们刚刚啊，许豪杰提到了他那张就是特别酷的那个剃了一半的这个头发。那你在生活中，就是对你的定位是一个急性子吗？我其实有一段时间，我是一直下定决心，我18岁一定要搬家，我不要跟我父母一起住，我觉得他们好烦。我晚上如果偷偷用电话被他们发现的话，没收我的电话，很正常吗？对不对？父母都这样。可是那时候我不会看到他们这些动机的背后是想要我早点休息呀，我只看到他们很舒服，我让我不自由。我一直立定决心18岁要搬家，我反而在成年的这一刻，我做了一个举动，我写了一首歌给我的父母，这首歌叫《18》。我在这个歌里面坦诚地跟他们说，我对不起他们，我也一直很感谢他们，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嘴巴里跟父母讲过。对，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，我希望我可以一直透过音乐去影响身边的人。谢谢子琪姐姐，谢谢小萨叔叔。